今天呢，我们除了要谢谢最后为我们表演的集美女中之外，我们更要谢谢的是从海内外，特别在国庆佳节回到台湾的侨胞们，谢谢你们的回来共襄盛举，也欢迎你们常常回来。那么另外要特别跟大家报告的是呢，为了加强对侨胞的服务啊，那么我们侨务委员会的这个 Facebook粉丝专页也在9月9号正式成立了。那么粉丝专页的名称就是侨务委员会，OCAC 爱侨，就是爱侨。你有什么代志哈，就找侨委会侨就对啊啦。找主委侨姐，就爱侨。侨务委员会 OCAC 爱侨，爱是英文的爱，对不对？哦，表示我们永远爱着侨胞，大家赶快去按个赞，赶快去按个赞哦，哈，要当粉丝。好，今天我们也谢谢许多表演团体，我们再次的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合唱团的朋友，来欢迎你们，谢谢，谢谢，美妙的歌声啊，太棒了！到现在我还在听那个甜蜜蜜的感觉，盛会增色，哎，绕梁三日，谢谢我们这一组美丽的队伍，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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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待会儿要一起大合唱啊，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待到最后一秒钟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邀请的就是我们今晚的主办单位侨务委员会的陈主委，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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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贵宾一起上台，来我们的一起贵宾们一起上台，谢谢，欢迎上台。我们来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还要进行的是大合唱，欢迎贵宾，欢迎陈主任委员。我们请陈委员长帮我们邀请一下贵宾一起上台，欢迎欢迎，请请请，好，哇，挥舞挥舞挥舞，赶快，欢迎，这画面太感人了，哇，好漂亮的国旗哦，耶、谢谢大家陪我们到最后啊，谢谢谢谢，也非常谢谢我们舞台两边的年轻朋友们，来挥挥手，对，你们超棒的，你们太棒了，我爱你们，我爱你们，真的，你们是未来的力量啊，加油加油，在前方的朋友们，谢谢各位贵宾。来，我们要准备唱一首啊！哎，其实哦，这里常常办演唱会，对，今天就是大家的演唱会，我们要唱一些大家很怀念，而且几乎是朗朗上口的歌。哦，这首歌大家绝对会唱。对，大家准备好一下，如果不懂的这个歌词的，我们后面有字幕提字机。好，来，我们欢迎贵宾，欢迎，还有我们的委员长，委员长带队，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请，这边请，谢谢大家，哎，请请请，来，慢慢来，慢慢来。好，各位现场的亲朋好友，来来来，乡亲齐多，今天我们此刻就是要一起来唱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那就是《梅花》。来，我们大家准备啦，大家一起唱《梅花》，请奏乐。花间人想着我们，微微地打着花，看那天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花，水田冰雪风雨它都不怕，它是花的国庆日的四海同心联欢大会，再次谢谢各位，四海同心联欢大会，我们明年见，拜拜，谢谢，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欢迎回家，谢谢，有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吃的，也记得再次把台湾的好散播出去，谢谢大家。有空都回台湾来走走哦。是的。谢谢台北市一教小练团附设的唱团，谢谢前面的雨中乐仪齐队，谢谢。